臭逼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一臭逼。你凭什么骂他？我问你。因为你也是一臭逼。你是不是爷们儿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一老爷们儿？让人家滚蛋一边扫，也听不懂是吗？他惹到你什么了？我问你。你可以不扫。我他妈摆手没看见吗？你不会好好说呀？你凭什么要骂他呀？那你有摆手没看见了吗？你凭什么骂他？赶紧骂人！你怕不怕折寿呀？骂人你怕不怕折寿？哎，我现在给你照。赶紧，你还报警呢？啊？怎么动你了吗？动你了？你妈怎么回事？报警了？啊？跟谁俩呢？等着，等着。我操，跟我动手呢？你他妈是跟我动手呀？我手机拿着行不行？跟我他妈逼动手吗？你他妈能不能讲点道理？你是不是男人呀？赶紧来报警一试啊！臭逼娘们儿！你诽谤我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我又说你他妈臭鸡巴鸡了，怎么了？还有你，他妈多他手机啊！臭娘们儿！你什么呀？等着给你，等着，别他妈着急！臭逼娘们儿，看他妈前人家地底下那东西了吗？一帮外地逼，操你们妈的！你北京的你就了不起啊！我操你妈，知道吗？狗鸡巴玩意儿！你北京的你了不起啊你！等着，别动！等着就等着呀，到了呀。We are ready at 电德门 station。啊！我操你妈，动手啊！妈逼的，起来！你有病是不是？起来！你他妈有病是不是？你哪个疯狗呀？你他妈再说一遍！你别逼我打你，知道吗？拿你手机，拿你手机走，拿你手机走人，拿你手机走人。手机拿来，你下酒给你，你下酒给你，你还有五秒，五，下酒给你。手机拿来，我下去。下酒给你。手机拿来，我下去。你拿来，我下去。下酒给你，听得懂人话吗？这里面哪关了？